雪峰，男，23岁，吉林人，吉林华侨外国语大学经济学专业。所有老师好，在场的12位老板以及人力资源专家，你们好，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刘雪峰，家住在吉林省长春市，现就读于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在大学期间成立长春市华盛语言培训学校，共服务在校大学生500余名，累计收入12万元左右。之后成立长春市峰峦青年志愿者协会，共有1500名志愿者，开展过20余场大型的公益活动。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想寻求一份销售、活动策划、活动执行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刘老师好，是我的简历。刘雪峰，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对，但你却是学经济学专业，对，不是学语言的，对。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你自己创办的那个什么语言培训学校，语言培训学校是培训什么语言？培训一共有9种语言，老师，是那个日语、韩语、德语、法语、西语、阿语、俄语、葡语，还有意语。你会哪种？我一种都不会。你一种都不会，你怎么招生呢？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那个我们学校，因为有的双语学院是5年制，他们都是学长学姐嘛，我就是跟学长学姐跟他们说，我们有一个语言培训学校，我们来招那个小语种的兼职老师，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上门来讲课，完了之后我就是在我们学校周围以及其他大学，大一新生还有是大二的，我们来招来学习这些课程。不是你自己都不喜欢外语，你怎么会想到让外语来挣钱呢？用？因为我觉得外语在那个时候，就是尤其是日语、韩语，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很喜欢，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刚上，他们很喜欢你咋不喜欢呢？因为我觉得你就想赚钱。那赚了多少钱？一共赚了12万块钱左右。可以啊，多久啊？多长时间赚12万？一共是经营了一年多一点。有多少个老师？多少个学生？老师一共是得有10多个。10多个，有多少学生招到？学生统共要是一起算的话，应该得500多个。那学费高吗？学费还行，不是特别贵。现在还在干着吗？现在不干了。为什么不干？赚钱为什么不干？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是我们学校大学生创业园的那个副会长，学校很支持大学生创业。之后呢，就是我就使用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室啊、黑板啦、粉笔，就这些。完了之后呢，学校也挺支持，也就默认了，也不是特别反对。之后就是但是随着就是经营时间长了，就是可能就是人员多了，影响了原先学校现有的秩序。因为除了我们学校学生之外，还有那你就出去办呗。老师也说过，第一就是你出去租个场地，第二就是别做了。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没选择做。大二就有了12万了，你咋花呀？全都给父母了。真的，你这么乖啊？对，真都给交给父母。没给女朋友花一部分？也花了，也花了。你还真是爱情事业两不误哈。把他的情景资料拿出来，你解读一下哈。哎。第一张照片呢是拼图的，是我们那个所教的课程的一些那个就是教材的照片。这个是我志愿者协会，左边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就是法人登记证，还有就是机构信用代码证。你那张戴墨镜的那个嘚瑟的要死那张照片，后面是一堆什么人？是我们的志愿者。老师，那个活动是那个长春公益重跑的一个活动啊。这协会是你成立的吗？是我成立的。你为什么会想着成立这么一个协会？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华侨外院就是对这个公益就做大学生做志愿者这一块做的特别好，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志愿者部的一个部员，一直跟着，就是有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吧。而且在这过程中，我相信能认识到各个这么多优秀的志愿者，他们相信10年，我相信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学生，但是他们要是10年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各领某些人就是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10年之前我和刘伟峰和我会长在长春我读大学时候做公益。他还挺有长远思路的啊，他不光是做好人好事，还因此认识很多的朋友，看中他们将来的前景啊。谢谢。你还是有前瞻性思路的啊。来继续第三张，这个出来了。哎呀我的天哪，从来没有人把自己跟女朋友的照片放整版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介绍一下，我觉得一个算是一个小成功的一个人吧，就是一个小男孩，背后一定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不是，我就问你为什么要放6张？你不就一张就可以了吗？
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不同角度、不同场景的照片，我觉得就是能穿的衣服是一样的，一天拍的吗？不是。那个，我想问一下，这是你女朋友的要求，还是你自己主动想让她在电视上去呈现的？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自己的。她没同，她没答应是吧？没跟她说。我跟她说了，她说你愿意要做的话，就是我支持你。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对。而且显得一点这个智慧也没有。如果你讲你追求他的六种方法，这也能让我们看到你的头脑、你的策划，我刚对不对？和你的用心。哎，他只要发自内心的爱，他放巴掌也可以、啊。挺好。我来，我支持浩洋，因为我刚好百度了这个志愿者协会，在这个志愿者会议当中，专门有一栏叫会长赴北京学习，然后很多你的照片。就他很喜欢秀是吧？对，太喜欢秀了。对。但是他是真实的干了那些事儿没有？上面写。在百度百科上确实有，那就干了事儿，你管他秀不秀嘛？对啊，这也自媒体时代嘛。